Hello，神木。哦，TD 声音哦，没有办法，我要剪片呢，我开那么大声干嘛？神经病哦！我 TD 也都是开来剪片挂着用的啊。丢不到他哎，最小，放错位置啦！好了，吃汤圆。可以射出强大的炸弹。白痴，不是这个啊。哦，好甜哦！我真的不太爱吃甜汤圆。好了，我觉得反正过了我就换嘛。哦，真的不需要这两只。最近3点多睡，我最近好浅眠哦。我最近睡个两三小时就醒来了，把现在，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累，然后下午又睡，守夜。你喜欢吃芝麻？不是啊，我就是不怎么喜欢吃。走，可用猴子，建立。哎，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哦。啊，出发。
看隐形的忍者猴。我很容易睡过去，常常滑手机滑到睡着。我昨天就是说，干不行，我快睡着了，不行，我至少要撑过这一关。我那个滑弓箭传说啦，就是说啊，不行不行，算了，就是他前面有个轮盘，轮盘抽到之后就去自杀，然后就去睡了。最近这样子，天哪！而且我最近真的好累哦。让我分心，看一下哪一招哦，第二招好。第二招400块，我觉得我这样就可以过了，不用再买什么了。加个自动追踪，作息真的要调。说谁啊？大家吗？很难呐，讲那么简单，说调就调的吗？对吼，今天礼拜一，等下来看那个狼人杀，不然等下睡着。哇，不对，我这边都是魔法猴哎，你要是来一堆钢的，就是那个、啊。好像又还好。再放这个了，就可以过关了。好了，挂着了，没事做了。我自己也调不回来了。我想说 CWT 结束都可以，作息就变得超级正常，是有啦。因为现在晚上是在睡觉，然后白天就是。东忙西忙，剪片、寄货还是什么的。安安啊，不是啊，他组合给这么多，只到40关，我觉得太简单了。在这边撒点药，
啊，他是猫之翼哦。哇哦！虽然 FB 用本名真是不太好啦，但我会尽量记住你们的。没办法，原本都记错号，突然有一些奇怪的 ID 或是本名进来，转会转不过来。过了作业，阿翔开始游戏，冬季公园，警主战，主战。这一轮结束就关台咯，应该吧，这一轮应该还十分钟结束得了吧，看头像，头像我也看不出来啊，因为猫之翼的头像在我印象中不是这样啊。刚刚过了 GTA 新强劫，无声无息。无声无息是怎样？要都要潜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那天是解瞒天过海，无声无息是完全不能有动静了。不能惊动到，哇，太难了吧！还好那天没有解这个，要修哦。瞒天过海是无声无息的上位吧，所以瞒天过海更难吗？可是我那天惊动到欸，差了三四年，要不要看这张？我这张差了十几年欸，每次都还在玩。不是啊，重点是那一张的角度跟打光跟各种巧合，拍起来完全根本不是我，这才是最好笑的地方，完完全全不是我。2700，1700，尖锐射手没有射出强大的力，好啦，再来换。换哪个咧？这样撑不到打那气球啊，打那个飞艇。升这个。靠！放太中间是不是？这黄色的猴子，我怎么好像没看过？你说这只吗？这只是一个礼拜前更新的角色，它是新的，它是魔法攻击类的，所以它不能打那个魔免的气球
啊，其他几乎都可以打，还蛮强的哦。还不错，强，还蛮值得买的啦。而且他一开始起始的钱很便宜，好像2500猴币吧。啵啵啵，啵啵啵！哇，好像5分钟结束这一轮呢。下班再来买，好啊。啊，你还在上班哦？哇，上班都来看我的台，真的是觉得很感动。我还是撑到100波好了，我觉得。至少撑完100波好了啦，不然，哎，仅限主战100波有可能吗？应该有吧。涂两个气球。哎，白痴哦，继续玩。好，哦，反正简单而已，涂两个，六个，这个，是啊，啊，为什么没有介绍啊？哎，我滑上去不会介绍那个了哦。哎 ，Packy 啊，没有说介绍技能了吗？哎，你看一堆瞎子，不是重点，它是磨面的。再放一个。你的没介绍了。这边还有介绍，可是
哇，是不是不行啦？什么东西啊？白痴哦、喔，吃掉什么了？大炮啊，这不行哎、欸，没有办法解除掉啊啊！白痴哦、喔，我想重来，我忘记那个啊，我没有升第一个被标好的第一个啊，可以打岗的忘记了。好啦，10点了，他一直叫我关台，忘记这个是可以吃掉不要的英雄那个猴子。然后来升自己等级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10点了，要关台了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还差6，算了，下次，拜拜啦。